子华一连26场动斗笑金盆口，昨晚圆满结束。子华那边舞台场面感人，昨晚捧场嘉宾众多，当中包括跟子华合作电影《动斗特工》的佘诗曼。完事后，阿佘和他的好姊妹聊了疑文颂贤和汤盈盈等向子华神级友，而阿佘也在社交平台上在跟子华合照，并说：“景皇子华，多谢你多年来为我们香港人发声，景金盆口，景正经，伟唱景不舍景，感动景哭了景。317/2018同样，前年跟子华合作为迪士尼动画《妖兽大都会》配音的容祖儿，昨晚也有捧场。祖儿在 Instagram 上在跟子华神合照，并说：香港怎能没有黄子华？谢谢你用说话温暖了我们的心。景面赤不雅的优雅，景黄子华动度跳，金盘口景戏歪我的等咪戏阿力同朱迪。另外，苏诗皇和金燕玲在庆功宴上送上金盘蛋糕贺子华，极有意思呢。黄子华的动度跳，金盆口昨晚结束，子华神那边舞台大感不舍。晚上11:35，子华神以便服打扮离开红馆，在红馆停车场外面有逾300粉丝守候，他们怀备了礼物鲜花，又举牌支持子华。亲民的子华双手合十向粉丝挥手道别，并细细声说：多谢晒，又叫粉丝要小心。期间有粉丝问可否碰一下子华，子华婉拒：不好，后面的人会推上来，怕其他受伤。记者问子华累不累，他说了句 OK， 而粉丝又大叫：开演唱会多谢子华，等你走数。看来粉丝绝不介意再开动赌笑。亦有粉丝波谷聚集的子华说，及子华主唱的蓝天令子华相当感动。此外，有观众在完show后受访，买正价飞的 GO 小姐说，多年来已是第三次看黄子华动赌笑，出其不同各有千秋，我当然不舍得，无论他会否有其他骚，都希望他顺利和开心，都祝福他。而买吵架飞的邓先生则说，看到他向四面多谢观众忍不住流眼泪，真的感受好深，当然不舍得。2010年看他到现在已差不多十年了，他做所有事都会支持。其实我之前一直想看围场，但抢不到票，8号看了一场后就下定决心围场一定要来支持。